您 S 三的自同构群和内自同构群是一样的，然后呢，证明 S 三呢跟它们也是同构同构的。那在这里，我们昨天特意啊为这个做准备，我留了一个课下的这个练习吧，让大家把 S 三的群表写一下。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大家那有没有从 S 三的群表里边发现，那这个 S 三的中心，那就是和所有元素都可交换的元素的集合。S 三中心里边只有一个元素，啊。那因为这里面都是置换了，所以至少有一个是恒等置换，它和所有的置换呢都可交换，这个可以提供我们的做这个解题的一个参考啊，一个这个已知的线索。下面给大家先给七八分钟吧，做做看，是吧？做做看这个题。没有思路的可以看我黑板上当做提示啊，如果有思路就按你自己思路往下做，这跟昨天我们讲的内容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讲的跟中心座商那正好就同构于内自同构群。稍微讲一讲这个思路是这样的，是吧？先从群表里看到这个 S3 的中心啊里边只有一个元素，然后根据上节课我们讲的这个同构关系式啊，任何一个群跟它的中心座商都同构于它的内自同构群，像这里面只有一个元素，所以这就是 S3 啊，再同构一下，这就是 S3， 因此 S3 就同构于内自同构群了，所以这个同构号就出来了。下面只需要再证明这个等号，啊，再证明这个等号。由于这个内自同构全都是自同构，啊，所以这边的包含号是立刻就有了，啊，它包含在这个里边就立刻就有了。我们在作业里边啊，有的同学过多的使用显然
义肢这些词儿，是吧？我们这一开始这个题都很简单，那有的人一显然这个就把结论写上，就题就算做完了，是吧？或者是只有非常少的表述，所以我现在作业里边凡是显然我都给划了个圈，那希望你们不要用啊显然，凡是显然你看能不能说出句话来，是吧？本来这题本来就是比较简单的题，是吧？这个地方也是，你看我这里。对，能说理由的地方倒多说点理由。这种推理的题啊，有八个字的要求啊，就是步骤完整，理由充足。步骤完整就不要缺步骤啊，理由充足就不要少理由。有三个理由，你只说两个理由就少了一个理由啊。当然到后面我们就会捡那个重要的理由说。啊，现在呢本来就很简单，就希望你都说清楚，是吧？我下次课会专门讲作业，是吧？这个作业里面在表述方面问题挺多的。那么现在从这里看到，只要正这个等号就行了。上次我看到那个题130啊，详细的给阐述清楚怎么回事，是吧？里面的六个元素。有一个一阶元，三个二阶元，两个三阶元。那么现在我看到这两个三阶元都可以写成二阶元的乘积啊，这两边验证啊相等，是吧？对，所有三二跟二三是一回事啊，所以我为了跟这地方一致呢，就写成二三了啊。这个成了一个规律啊，两次方就是它，是吧？所以 S 三呢写成一个生成子群。有三个二阶元生成的子群，因此对任何一个自同构西塔，它的在六个元素上的作用就取决于在生成元这四个元素中三个元素上的作用定了，那么因为这些原因呢，它这个在六个元素上的作用也就都定了。所以对任何一个西塔，就看这三个生成元，三个生成元全是二阶元，那么这是同构，同构映射必定把二阶元还变成二阶元，并且呢，同构是双射，所以它一定把不同的二阶元还变成不同的二阶元。所以就看这个西塔对二阶元上的作用，那么这三个二阶元就会变成这三个二阶元的一个排列，还变成二阶元。另外呢，会有所偷工，那不会说那。只有两个二阶元，这个没有项了，不会的，它是双射，因此呢，它里边这样的西塔，那最多有三个阶乘，六个，那这样的西塔最多有六个，因此这个自同构群啊，里边最多有六个元素。另外，由于这个包含关系，所以自同构群里的元素个数又大于等于内自同构群中元素个，而内自同构群刚才一看了这两个同构，所以它里面元素个数就是六个，跟它一样，啊，所以这边有大于等于六，这边小于等于六，所以它就等于六了。那么好了，这个包含在里边已经有六个元素了，我这里看到它已经有六个元素了，它就包含在里边，啊，那么所以啊，这里边六个元素就是内自同构的六个元素。那所有的自同构也都是内自同构。那我们从这个包含号知道，所有的内自同构都是自同构。那从现在的推理看到，所有的自同构也都是内自同构，因此这两个就相等了。内自同构和自同构在这里是一回事。这样呢，就把这个命题啊证完了。那这个命题，如果某个同学在证明当中还有一些疑问的，课下把它搞清楚，对吧？这个。里边有一些技巧是应该掌握的技巧。那么这一节的这个作业呢，有三道题。46页上的第四题、第七题，还有补充题的第五题。这样我们就把第一章啊结束了，下面我们开始第二章。第二章的标题呢，我们就写成环。
那么为了后边跟刚才我们说的那本参考书上这个节的节次一致，让大家看起来方便一点呢，我这个前面我就叫第零节啊。第零节呢，标题基本概念，大家如果看书的话呢，可以参考这个薄本的书，也可以参考这个孟老师那个书里边第一章里边环与欲啊那一节。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第二节。大家知道抽象代数呢是研究代数体系的，那么我们前面研究了群这种代数体系，那里边有一种运算啊，这运算可以记为加法，也可以记为乘法啊，比较多的时候是记为乘法，不加说明都是当做乘法啊。那么换着说呢，有时候也记为加法，然后里边呢它有满足运算的封闭性有结合率，然后有邀圆每一个圆呢有逆圆，然后就构成一个群了。那么现在呢，客观世界里边还有这样的代数体系，这个代数体系啊里边可能有两种运算不像群里边就一种运算。那么两种运算呢，我就为了区别呢分别叫加法和乘法两种运算。这个代数体系对加法来讲它成群，而且是交换群，它仅仅对乘法来讲呢它是半群。然后在这两种运算之间还有一点联系就是有分配率。因为乘法没有说交换性所以这个分配率呢可以写成两种一种是 A 去乘 B 加 C 乘法对加法 B 加 C 等于 AB 加 AC， 还有一种呢是这边是有加然后去跟这边运算乘 B 加 CA。 那由于乘法没有说交换性，所以这应该看作是两种分配率主要不同的一边比例不一样。那么细说的话这个地方是交换群那么就包含封闭，运算要封闭包含有结合率包含有邀圆那么加法里的邀圆呢我常常称为零圆零圆。然后呢每一个圆呢有逆圆，加法里的逆圆呢常常称为负圆，就五条规律了所以光这地方实际上就有五条规律要细说的话。然后这个呢半群一个呢要运算要封闭，还有一个呢要结合率，所以这样说的话这地方就两条规律了所以合在一起呢一共有九条。当然很多书上一般是这两个封闭性都不提因为一般来讲说运算自然的这运算叫封闭不封闭不叫运算所以它不提呢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是为了强调刚刚学这个运算的封闭性常常会丢掉，所以我们把它单提出来，所以一般的书上呢就七条，这两个封闭性不提，那么就七条。当然这七条记起来不如刚才这样的记好记，这样的三大方面一个是关于加法乘交换群一个是关于乘法乘半群，一个是加法和乘法两种运算之间有两条分配率这样就记住了这是环这种代数体系。我们稍微记点笔记这个刚才我们这一段挪到这边来就行了这是关于环的定义。
下面我们给一点例子啊，所有的例子都是用这个定义去验证啊，但是因为有七条或者说九条，每一个例子的验证都要费一点语言，费点时间啊，为了节省时间又很容易，我就不想在这里啊去费这个时间了啊，大家可想自己挑一两个用定义去验一验看就行了。首先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数啊，有理数，关于加法、乘法，这是乘环的啊。像实数，关于加法、乘法，是乘环的啊。像辅数，关于加法、乘法，啊，这都是乘环的。当然，一般的来讲，你说出环来的时候，加法的那个零元啊，也应该能够很清醒的认识到。那像这个里边。就是数零，那我们的零元是抽象的零，这个地方数零和抽象的零正好是统一的啊，两者是统一的。第二个呢是整数，整数里面有加法、乘法两种运算啊，这个呢也是环，这叫整数环。其实那环的原型就是从这个整数来的。啊，从整数来的。第三个是任何一个数域啊，这个我们在高等代数里边讲数域上的线性空间啊，我们已经有数域的概念。然后这个数域上的 n 元多项式环 ，x 一到 xn 啊，当时我们可能叫未知数或者叫文字啊，那么这个多项式环，这个啊它是环。都是环的一些最基本的例子。当然这个说它是未知数啊，或者说它是文字，其实都是不严格的啊。那么我们在后边有某一节来专门来说到底什么是多项式啊，什么是多项式环，用一个严格的数学方式给它叙述出来啊。因为你要说未知数啊，其实它不是说带球的未知数啊，你要说是文字，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字，将来我们会说到啊，这是叫代数无关啊，代数无关的啊这样一些文字啊，或者说这样一些字母啊，这样啊一些啊。所以这地方用的是方括弧，而不是圆括弧啊，将来我们用圆括弧的时候是表示域了啊，添加这些元素所成的域。第四 ，R 本身是一个环，则啊，我随便取一个环 ，R 本身啊，就这样的环，然后我现在取它上面的所有 n 阶方阵啊，所有的 n 阶方阵，我们有两种记法，这个 n 阶方阵都可以，那 n 乘 n 写到这也行 ，n 乘 n 写到上面也可以啊，都表示这个。方阵里边的元素都是这里的元素啊，过去我们是数域啊 ，P 上的 n 阶方阵，现在我们稍微扩展一点，我先取一个环，啊，环上的元素再做方阵里的元素，那么这个自己有方阵的加法，有方阵的乘法，啊，这个是乘环的，啊，这是第四个例子。第五个例子是我们原来说过的剩余类加群，剩余类加群啊里边都是那个剩余类在运算，而当时啊这个加群指数那个整数加群里边我定义了一个摩等的关系，摩等的关系呢关于加法是同余关系啊，所以呢到熵集合里边就可以定义一个熵集合准运算，得到一个剩余类加群。但摩等关系不仅对加法是同余关系，对整数环里的乘法也是同余关系啊。当时我好像这个留着大家自证的啊，包括多项式相应的啊，我记得好像也算自证的，所以这个
就应该知道，它既然对乘法也是同一关系，所以在这个商集合里边就也能定义乘法。所以这个剩余类加群里边再有乘法，实际上乘法里边的运算也是这个等价类的运算归结为代表元的运算，只不过这个代表元运算以后也还要用这个 M 做一次磨，哎，磨了以后剩余的，那或者说带余数法，那带余数法那个余数再放出来，因为这里边的元素呢，代表元是零一二一直到 M 减一啊，不会超过 M 的代表元，所以这个又成一个新的代数体系。那这个代数体系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后专门会去讲，这个是环。这两种运算满足这个九条规律啊，这是环。还有一个，随便拿一个阿贝尔群啊，就是说交换群，我随便拿一个交换群来啊，为了跟这个 R 相区别，我叫 A 吧啊。这个是一个阿贝尔群啊，交换群。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环的基础了，就这部分已经有了啊。还差一个乘法，我想法定义一个乘法，那么当然有可能很多很多种定义都能使它成环，但是现在我给它一个很特殊的定义，对这里边的任意两个元素，一个叫 A 一个叫 B， 小 A 小 B， 那么我定义 A 小 B 它不能够使它成环，它都等于零，这个零不是数零，这个零是那个加法群里边的零元素啊，因为这既然是一个交换群了，加法的这个里边就有零元素，零元素呢就是这个零啊，是这个零啊，这里都是抽象的元素，但是我现在就给它一个定义，任意两个元素乘积都定义为零啊，那当然这可以去验证它确实是一个运算啊，那么验证以后再去按这个环的定义去验证它是成环的，这个 A 集合关于加法和新定义的乘法，这是环。那这个环太特殊了啊，这个乘法定义的太特殊了啊，其实这样的定义在客观世界里边也许不会有什么很这个现实的意义，但是它却有理论意义，那就随便来个交换群我都能把它变成环啊，那么有理论上的意义啊，这种环呢称为零环。那环零就是乘法都是啊，结果都是零啊，这是关于环的一些例子。第三，我们给它出那些限定，有下面一些简单的性质。首先，我们可以定义这个MA。这个 M 呢是整数， A 呢是环中的元素啊，有个环 R， 我怎么定义呢？我这样来定义，如果这个整数是零，那么这个 MA， 注意这方一直通过来的 MA 就等于零啊，就是这个环里的零元素。M 如果大于零呢，就那是正整数了，正整数是自然数，那我就定义为这个 A 在相加，对吧？多少个 A 呢 ？M 个 A。这个我没有颜色粉笔。M 个 A 是吧？M 个 A 相加，注意本来啊，这个 M A 不是等于运算的，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环里边的运算都是环中的元素，现在一个抽象环里元素，这边 M 是个具体的整数，整数跟抽象环里元素一般是不能运算的，但是我现在强制定义它啊。如果 M 小于零呢，你想应该怎么定义？ M 小于零，负 M 就大于零了，对吧？负 M 个，负 A 在相加啊，因为环元素可以有负，是吧？因为它加法是交换群，这样的话我就给出一个定义，是吧？本来没有整数和 A 的运算，那现在我给出啊一个运算。还有呢，就是 A 次m 方，这个呢 M 得是正整数了，啊。这是因为这是乘法，而乘法这地方太弱了，只是半群，半群只有结合率啊，所以我就把这些 A 可以去反复运算啊，这个 M 个啊 ，M 是正整数才有 M 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给出好像是一个新的定义。然后我们书上有啊，这种定义还满足一些规律啊，这规律跟数的运算规律很相似。但是你脑子要清醒，那它不是数的运算规律，因为我现在是抽象环，而且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整数，这些整数倒是数，啊，这些我就不在这里抄了，啊，因为这个都，很容易，是吧？这个不想花这个时间了，有一些啊相应的一些这个性质，有的像分配率，比如 m 乘上括弧 a 加 b。啊，等于 M A 加 M B， 啊，好像分配率，但是不是分配率？分配率这边必须是环元素，环里的元素。现在这是一个整数啊，所以这是按照定义去推出来的规律。那么刚才这些规律，我把它综合成下面这个啊，因为它这里还有分配率成立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出三个式子来。这借从一到 n， 爱从一到 m， 这是一个式子。注意，用什么交换？那这个式子呢是 a， 爱 b 借，啊，借从一到 n。爱从一到 m， 啊，这完全是用分配率出来的，啊，因为这本来是一个去乘括弧两个，然后你这括弧两个可以变成括弧三个、括弧有限个、等等，然后这个出来以后，你这边再来一个用这个分配率，啊，然后就得到这两个是一回事，而这两个和号的 i 借呢是独立的，这两个可以换，那就是你先对 i 求和，啊，再对借求和。也是可以的，啊，但这个地方不能换，啊，不能把 B 借放在前面来，因为这个乘法没有交换性，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和号写法简单，那但是你要理解它本质，用的时候你可能就用个两三个，不一定用和号，表上规律的时候呢，这样漂亮点。第三，对任意的 A 属于 R， 这里这个能是环中的零元素，那么由这个 A 去乘零等于零去乘 A 等于零，那么这里边的零都是环中的零元素，所以跟这里不太一样，啊，这里也有 M 乘 A 等于零啊，但这个 M 是数零，啊，这个零呢是环中的零元素，啊，所以这地方跟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简单的证一下，那，啊，我们就证其中一个吧，是吧？比如零 A， 我用零 A 加上一个 A， 然后呢变成零 A 加上
一乘上 a， 然后零加一 a 等于，因为零加一还是一，以 a 这个等于 a， 然后两边要加上这个 a 的复元素。就得到零 a， 这加复元素，这个 a 就没有了。这边加复元素呢，就变成零了，零 a 就等于零。现在我要问啊，这个证明有没有什么漏洞，有什么问题？谁举手说一下？对吧？谁看？这你要能表达出来，那你可能看出来一些毛病来，你把它表达的，谁说一下？那么抓紧时间啊！你没看刚才问好多好多人想说，你别老是郑东东一个人举手。我好好，其他两个同学想说一下。谁说一下？张俊，你说一下。那个零是那环里的零，还有那一是那个实数那整数一，怎么呢？那不话说全了。它那个是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结合率，然后那分配率啊？分配率，嗯，好，坐下来。他说的意思是对的啊，但是这个话说的不太完整，那我作业里边也经常有这种话，话不完整。你注意，因为课上做作业，这个习题课希望大家快一点，你可以很不完整的话再写，自己懂明白行。那个作业的答出来，别人也看得明白，所以话一定要完整啊。他意思是都对的，那我来替他说一下。首先是这个一。这个一到底是幺元一呢，还是整数一呢？如果是整数一的话，那么不能用的分配率，那分配率全是环里的一，环里的元素，所以这个等号就不成立。如果是幺元一呢，那个环的乘法没有说有幺元，半群嘛，没有说是幺半群，所以根本就这就所以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是吧？其次，你就承认，比如它是整数一，它如果是整，它幺元不可能有，它没有幺元，那只能是整数一。整数一刚才就是一乘 a 等于 a 嘛，是吧？这个按这地方整数去乘可以的，但整数乘不能过来，其次呢，你这个过来，即使过来，这是抽象的环的零加上整数零，这个没法加的，对不对？这不能做运算的，不是不能是这样。这地方有好些地方都可以说出漏洞来，是吧？但是这个证明能不能补救呢？我不就这个一出毛病了吗？我能不能补救就行？可以，那因为一出毛病是因为你没有幺元，没有幺元我换一个元素呢，我换一个对不对？这就对了吧，这是用分配率，都是环元素嘛，是吧？然后零元素加 B， 环里零元素加不零，我以为两边加上什么，两边加上负的 BA， 这